船打扮开心情，已经惯是目睭放予你来穿。你的心声，不免讲，阮嘛知影，只是要调工过，伊皆无听。你的形影，梦中来去几路段，雄雄行起拢别人的电话声。目金金抱着枕头疼，相片那天心嘛疼。啊，是到你窗外，听你甜甜的喘气声，有你这阵梦中到底敢有我？感情路行到这，敢着需要搁讲破？若无你行到冬，心肝拢若欠一半。等你看，望你听，西装打扮开心情，已经惯是目睭放予你来穿。目金金抱着枕头疼。害阮听无你的熟悉脚步声，想要擦拭到你窗外，听你甜甜的喘气声，约你一阵梦中到底敢有我？感情路行到这，敢着需要搁讲破？若无你行到冬，心肝拢若欠一半。等你看，望你听，西装打扮对心情，已经惯是目睭放予你来看。海生，你不是出国了，怎么快就回来了？那香港不好玩，所以我就回来了嘛。哦，怎么样，医要不要紧？吃坏肚子了。妈妈，肚子好痛。肚子好痛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嘛？姐夫了，满脸面有问题了。哎，吃坏肚子了。嗯，那现在怎么样？医生有没有说要不要紧啊？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了，打了点滴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一不在家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对啊，淑美啊，这个家里面你太重要了。好了，乖乖睡觉，妈明天帮你请个假啊。不行啊，明天我要当值日生呢。好嘛好嘛，那你先乖乖睡觉，我们明天再说嘛，好不好？晚安，晚安。再睡啊，妈妈。嗯，你回家好好哦。睡觉。好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我看呐，干脆我帮你请个假，你今天别去上班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明天办公室很多事情，不要请不要请。哎呦，你真的没事？真的没事。淑美，抱歉啊，你一出去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。现在知道我不重要了吧？你本来就很重要啊，你是阿爸的女儿，正义的姐姐，小丸子的妈妈，我的老婆，是我们全家的支柱，怎么可能不重要呢？别给我戴高帽了，搞不好我不在啊，你们才快活自在呢。不过这让我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不要来问这个没营养的问题好不好？哎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小丸子，尤其是为了阿爸，我都不知道将来我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你走了，还有我跟正义会照顾他呀？算了吧，你们一个上班，一个上学，谁会照顾他呀？所以我才想说，是不是该给他找个老伴？妈，要找女朋友结婚？不一定要结婚嘛，可以做做朋友啊。哎呦，你老爸都70了，不管是做朋友或者结婚，我看他两样都不行了。你找个女人来让守活寡干什么？你没听说过啊？人生70才开始，哎，而且你不常说吗？搞不好我到了70-80岁还一样很行哦。我到70-80岁，我哪知道我行不行啊？哎呦，你不要那儿杞人忧天，你也死不掉。我要睡觉。哎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来了，我跟你说嘛。我是真的觉得应该给阿爸找一个老伴，因为这几天我常看阿爸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公园里面，一点生气也没有。你听我说嘛，啊，他们说这样子老人家容易得老人痴呆症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给阿爸找一个女伴，让他活起来。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嗯，你老爸得老人痴呆症，我们也跟着倒霉。嗯。哎，英俊有个阿姨不错啊，真的，50-60岁，那挺会打扮的。然后呢，手把手了10几年，我看跟阿爸挺合的。
电话给他。你疯了？现在四点半了，现在打电话找妈呀？不是啦，你想到事情就要赶快做啊，否则的话你是会后悔的。七十岁了，已经在数日子了。尤其像阿爸，万一今天发生了意外，那你不是会抱憾终生吗？快点！真奇怪，刚刚说人生七十才开始，现在又说人生七十数日子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快点嘛，他电话几号？5781515。哎呦！哦，哎呀喂！哦，我那个卡等于插西凉一样。喂，你这王八蛋的，爸爸干什么点呢？你阿哪村买被？啊，张经理啊，这是什么代志啦？哈哈，叫我介绍，我阿姨给恁丈人包。对呀、啊，淑敏说她阿爸很寂寞，希望能把你阿姨介绍给他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明天，不是，就今天晚上就带你阿姨到我们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经理啊，拜托。哎，今嘛4:39过了4秒了，哎呦。你为着要介绍，我那以后恁丈人爸安尼甲我差钱，敢无意思哟？你当作这是应招战，只在新学期好股票，还是敲多摆还是转上的？哎，啊，搁再讲吼，对方是阮阿姨老早人，你别别是要为难我嘛？英俊，我知道的事情听起来很荒谬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淑美坚持要找你帮忙，我也没办法，求求你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先哥你是我的定心，好啦，我等你你讲要啦。啊！等我，先讲进前哦。我那伊个老查某人去吃特殊的查某人哦。啊，若发生什么吼，无爽快的代志吼，我是不插哦，无责任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再见啦。好，拜拜。答应了。搞定。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把阿爸打扮得又酷又帅，人见人爱。哎呀，阿爸都70岁，怎么打扮？打扮会有多帅？你不要在这做梦了。我告诉你，可是我决定要去做梦了。如果阿爸有了伴，我死了也甘愿。王总经理，这就是最新流行的亮光型唇膏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亮光型唇膏，也就是铜质唇膏，是，这会有市场吗？哎呀，总经理，您不知道，你看，这边杂志特别有一篇报道，说在英国现在目前同性恋市场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非常非常大。我觉得在这个流行之前呢，我们就要赶紧推出这个商品，零号铜质。专用性感型亮光唇膏，将来市场不得了。是啊，王总经理，今天我特别请陈副理呢来做个示范，您看看效果怎么样？这个是值得冒险。但是拜托，宣传的时候绝对不能陈英俊上场。那当然。哎，这个会把同志都给吓跑的。是。哎呀，总经理。还是您英明啊！我就告诉经理说，我不行了，这个骂别人别来要做示范的，那么厉害，刚电梯，讨厌。报告总经理，你也不能怪陈副理啊，全办公室的男同事啊都没有人愿意试，哎，只有陈副理自告奋勇。哎，够了啊！你赶快去把它擦掉，我今天晚饭都快吃不下去。我半夜都搞多了，我惊死啊！我。快点来看啊！哎，办公室的新产品，零号铜质专用性感唇膏，效果怎么样？亮哎！笑不笑？别笑！我到你那个去哦，你好贵的男同事，上班弄破这个孔，快点来改笑。好了，上班了。上班了。哎，对了，快下班了，你那阿姨怎么还没来啊？一点来了，过去较乖呢哦，做准时马上来。好。哎，经理啊，我倒是跟你讲哦，我是跟我那一片讲吼，你们丈人爸有肝癌，我马上到位。你怎么可以撒这种谎呢？哎，阿伯，你当初我那一家是阴招女郎哦，说谈说道啊，都是爱个骗，吼，爱有同情心，阿伯伊个性哪有可能去照顾70几岁老大人？对啊，你这样说也有道理。对啊。哎呦，麻烦把唇膏擦掉吧，看到都吓死了，要吐了。厉害，你替我擦。哎呦，我不要擦。我爹面子准时来报到你。我，你我还是死人多，那卡先呢？你有够哦，唔捌代志的，啥物咧死人多？这是本公司的新产品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卡先的黄金项链买啊？哎呦，冇卡先的买。哎呦，要死我！社会风气变到这么，嫌卡先的爱买黄金哦？
啊，无买老人出招。啊，也卖讲真啦，向我咧介绍，伊是我公司的张经理啦。啊，就是话你讲迄林辉宏因囝婿啊。哦。阿姨你好。哎呦，唔通叫阿姨啦，你要共叫老二就对，叫阿达子。我阿姨还是叫阿姨比较有礼貌了。啊，凊彩啦。但唔过哦，那咱两个的时阵，你再叫我阿姨。啊！若公共场所，你是毋通甲叫阿姨呢？啊！听讲恁丈人得着癌症，搁活无三个月，就要翘去啊！哎呀，我确实足艰苦。也毋过哦，死这条路是每一个人爱行，你也毋通伤艰苦吼。是，阿伟阿姊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哎呦，莫客气啦！啊，我就是迄落家己做医生，尻川烂一边的人啊。我逐项哦，拢嘛替人想。是讲哦，恁丈人阁活无偌久，伫喺这个三个月中间，我一定会让伊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翘起。张经理，总经理，你老丈人生病，活不久了。他，报告总经理，他因前两把吼是得着肝癌啦，我话无差个保养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特别请我来来个照顾啦。真是可怜。我也应该去看看他老人家。哎，不看他了。因为他得癌症的事情，我们都瞒着他，不敢告诉他了。对了，救生片孝心，你跟英俊两个对老人家能够这样尽孝心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尤其是这位。包总经理，伊是我那姨，叫杨素月。阿姨，叫我拉记就好啦。林华，阿拉记。我真的很感动哎。你这么肯牺牲自己，替临死的老人带来快乐的春天，令人钦佩。哎呦，总经理啊，我做这个好代志是对因子孙，以后啊吼，阮阿孙再多请你多多添欢。真的，经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哦，好啊。哎，你啊，总经理啊，万一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吼，你甲阮阿孙来讲一声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。谢谢，不过起码暂时不需要。竟然会有这个替临死的人找快乐的行业。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啊，好了，买了买了。小妹，穿到这么少，是不是很小心？没啦，阿爸，你穿安尼吼，真少年嘞，人耽误你吼，心肝还好嘞。看一个阿姨吼，安尼孤单一个呀，想要吼介绍给你大家安尼熟悉一个，做一个朋友。啊，稍等下吼，因阿来吼，你唔通安尼急着入面手啦。阿爸，你要交女朋友安尼，啊，敢有要请我做一下顾问？啊，点去啦？你别食到七六八六，来交什么女朋友？阿爸。你唔通安尼想啦，即卖嘛有真侪人拢是过七十岁才结婚的啊。你是咧老不休，唔知有即款的做法。要我怎样生活，你惯死惯死，那就安尼加嫁要创啥？阿公，你如果结婚啦，我是不是叫阿嬷啦？你个全族就是往北讲啥？阿公哪有讲要结婚？嗯。哎，师妹，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。嗨。小姐，哎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哎，这好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出手我啦，啊，大家拢叫我阿我啦啦。啊，这个一定是刘太太吼。是啊是啊。哎呦，这个缘投煞，啊，真是林先生吼。哇，这银黑红啦。哎呦，黑红啊，后黑后红，哎呦，哪里你做人一定这么精，跟我同款啦，跟我斗阵的人吼，一定拢真欢喜的。既然咱熟识啊吼，我一定会让你活得快快乐乐，哎，绝对袂让你烦恼的啦。阿姨啊，这两个还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？啊，伊叫郑毅啦，啊，就是张经理吼，伊姑啊啦，哈。
还有个小丸子哈，都先招架。小帅哥，小姑妹，你们好。好好好 ，OK， 我们先上桌吃饭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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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哟，要死我！你拢吃菜哦？你是最近才吃菜啦？假使你若袂惯习吼，我会用去外口叫菜来啊。啊啊，唔免啦，唔免啦。是讲火龙爷，啊，你吃菜敢袂惯习？我是无吃菜啦，迄条阮查某囝咧讲吃菜较健康啦，啊，我都缀伊食。丁太太，安尼你都唔对啊！恁阿爸无爱吃菜，你唔就唔通强迫伊食。伊若爱食啥物，就随在伊去呀。啊，不过食粗的吼，较无健康咧。哎呦，即摆讲啥物健康，即摆快乐上要紧，反正国外嘛无偌久啊。饮酒啦，食薰啦，跳舞，我逐项嘛会。嗯，等一下若食饱吼，我阁用个表演跳舞互你看。真的，阿爸，阿姨啊，她是很多的银发族早觉会的会长，认识的朋友很多哎，可以帮你介绍一些新的朋友。免的，我都若有人跟我行棋，安尼就真好啊啦。哎呦，火龙兄，迄行棋哪有趣味啦？阿娘，阮遐早甲去买个朋友哦。不但是干那运动尔嘞，啊，大家吼、哦，常常都去地下舞厅跳舞。哎呦，你看，阮活甲亲像七零活吼，比这少年啊，搁较了讲，也搁较快乐哦。有影啦，你真活泼，看会出来，干那你去少年也讲。哎，阿姨啊，吃饭吃饭，阿爸吃饭吃饭，吃饭吃饭啊。他为什么老是跟阿爸喝茶？哎呦，英俊怕他阿姨啊不来陪阿爸，所以骗他说阿爸得肝癌只活三个月，所以他阿姨才来陪阿爸的。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谎？要是阿爸知道不疯掉才怪。你放心，没事了，我会叫英俊啊叫他阿姨不要再说这种话就好了吗？哎，阿姨，你在搞什么呢？连叫玛格丽娜也跳好啊！哎呦，那这小款代志了呢，哈，不是我家己在学了呢。那迄个探戈吼，我用来做老师的啊喽。哎呦，探戈，哎，探戈，你也是用阿爸跳，我那把探戈跳到上赞。哎，好，阿爸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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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弄几条了，开始，开始啊！我来跳了。阿妈，你讲啦，咱两个跳一段吼，或者少年啊开一下眼界。对啊，来来来。我一边去哦，那边去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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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刚说你给阿贝介绍英俊的那个阿姨啊，嗯，她人很不错哦，热情豪爽，很容易带给别人快乐的一个女人。嗯，只是不知道我爸会不会喜欢。哎呦，那么老了还挑剔。啊，阿爸、阿贝，阿你是安怎？哈，阿头，昨昏和迄个小查某害一个腰酸背痛，啊，早起都困袂起。哦，啊，你就是讲哦，你平常哦欠运动啦。嘿啦，阿爸，你唔通干那行棋，爱靠运动的啦。嗨，哪里过来啊？哈啦，我要来找你的恩豆阿爸。哎呦，不要呀！啊，你别话少。啊，咱昨不是讲好啊？你今仔日要去参加阮迄个银华族的早教会啊？我可卖啦，今仔日卖去啊啦！哦，我你腰酸背痛。啊，讲什么腰酸背痛？莫在遐找借口，行！我保证你来去哦，会足欢喜参加阮的早教会。是啊，阿爸，既然甲人答应吼，都应该爱去啦，较少运动的啊。
嘿啦，听说早觉会哦，就好耍的啦，去夹夹的啦。哦，对啦，来去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无我来去。哎呦，你有这不跟，哎，要不安呐？咱到下昼来地下舞厅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咱要分一个，要分一个。好啦。是啊，伊果是素菜哦。为着大家的健康，你都较忍耐啦。小丸子爸爸呢？爸爸在洗澡啊。都要吃饭了，他洗什么澡？算了，不等他了，我们先吃吧。嗯。哦。哎，我去开门。做了两道荤菜，葱爆牛肉，红烧狮子头。不要天天吃素啦，一个礼拜两次荤，这样子营养才能平衡啊。嗯。哇，终于有肉可以吃了哎！萱姐啊，你今天是观世音菩萨、耶稣基督、大赖喇嘛，你是看到救星嘞？我们从此啊，终于可以摆脱淡而无味的素食世界了。小王子，快点！对，家的人好喜欢我。他们是喜欢你的红烧狮子头的葱爆牛肉。嗯，给你怎么说了？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帮你去烫衣服，免得你太劳累了啊。哎哎，淑梅，你怎么变胖了？怎么会是你？你到我房间干什么？你们拿衣服去烫的？什么什么？帮我们拿衣服去烫？对呀、啊，我看淑美伺候你们一家四口实在太累了，所以我主动帮她做家事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把内衣内裤都烫一烫，所以我一定会帮你一挺比一挺，让你穿得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叫我最近帮我们做家事，还叫帮我们烫，还烫我的内衣裤，怎么回事？他要做你就让他做嘛，看他做的多起劲儿，说不定哪天他还会代替我照顾你们的。你这什么论点？这是。君君啊，谢谢你帮我们烫衣服，不过这个内衣裤我看你不要烫了吧。我又不是小女孩了，我都不害臊，你害什么臊？不是不是，我跟你看，烫我内衣裤，你烫我内衣裤，我总觉得。我觉得被你看清楚了，我觉得好怪哦。我又不是透视眼，我又不是幻想狂，我又不会想你私生子怎么样。啊，不，等等，我就是不要，我就没关系。好啊，慢点说了，我不爱跟在家里去地下铺跳跳舞了。哎，啊，你这人少搞古魔呢？哎，我是为你好的呢，吼，请你去跳舞，嘿，你拿出你走马无人陪，都一直跟你哥哥提醒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煞袂问恁阿爸。我是好意的咧，为伊的健康快乐，我唔只要请伊讲下昼到阮去地下舞厅跳舞。伊哦，只讲我是恁叫的，佫嫌我啰嗦，还佫讲我多管闲事。阿爸，人是为你好，你哪安尼啦？要为我好嘛，不应该强逼我，一定就爱陪伴伊去跳舞。啊，我袂输敢那无业牛郎的，啊，想要叫出钱，我都佮陪伴伊。哎呦，你这个夭寿短命，哈！这个年头，要有你这七八十岁阿公给他做午夜牛郎哦！阿姨啊，我爸爸他不要跳舞，你就不要勉强他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阿你，啊，透早叫我出去啦，啊，到今麦才暗才倒转来啦，啊，迄支嘴安尼红绿绿，我会较侪鸟毛啦。你搁讲我话较侪鸟毛哦？哼，我若不是早讲，你已经得要死啊！吼，我才无你勇敢哦。啊，你今麦讲啥？你讲我要死的人哦！哎，爸，你落来讲，你莫猜伊啦。阿姨，你哪里讲话啦？嘿，啊是伊大声骂我，
你唔通怪我哪有孝呢？你是小查某啊，要死的是你啊！哈，你讲嘛我小查某？哎、欸，我若唔是早讲你已经着着感情啊吼，搁我无两三个月，哎、欸，是恁囝婿甲阮阿叔来求我，我才无遐勇敢来陪伊。等你，你讲。我什么时阵着了感情啦？阿爸，你莫听伊啦，我无乱讲话啦。讲啦，有你啊，有人起来啊。总经理，你也来了。阿弟啊，阿伯走的吼，讲下班要来看阿伯，所以我只好陪伊来啊。我是应该要来看看你岳父的。不是，可是你们岳来的不认识我。阿叔啦，啊，你来，你上桌，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什么大事？是你家婆啦，哈、啊！叫我来陪那个要死的人啊，害我来这哦，搁红糟蹋。我把阿伯刚来的事情都讲了。嘿，哎呀，歹性地搁唔讲理，我若无讲清楚，哎呦，伊俩准讲伊是什么大宝贝，咱就甲旁边的手中心哦。嗯，阿伯啊，我是昨天才知道你得了癌症。其实啊，阿伯啊，这个癌症并不可怕，只要你有意志力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再多活几年的。总经理，没有这个事，您别再说了。是总经理，我岳父他没有得什么肝癌。好啊，不跟他讲去。台生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给我讲得清楚。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台生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给我讲得清楚。是阿爸，是，不，英俊啊，你来解释啊。我这代志那边我来解释。本来就是你骗你阿姨才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当然你来解释了。哎，对啊，你讲我清楚啊。阿姨，是的啦，代志是安尼啦。阿罗台生吼，你甲因丈人爸找一个老婆啦。我唔才会叫你来遮。最主要吼，我知你的个性啊，无可能陪一个老大人啊。所以我才骗你讲吼，伊着感情啦。啊！这个老狗，伊无着感情，你骗我，啊！你受够苦，你哎呀，来我来叫糟蹋。我哎呀，哎呀，你又要做哎呀，哎呀，我哎呀，太酸啦！你哪会安尼哦？随便跟人乌白讲，我着着肝癌，也你唔看我未死？是啦，阿爸，你莫生气啦，伊嘛是一个好意啊。来，我带伊来房间休困一下。啊，我让你气死啦！去，来，我去了，阿爸，阿伯，阿伯，快醒！总经理，对不起，总经理。我现在不骂你们，星期一办公室再说。总经理，这个水果。我今天把你解释清楚哦，伊袂阁生气啦。英俊，你有跟你阿姨说什么话？啊，恁丈人爸咧，在他房间生气啊。安尼好了，我拄只吼，我就是甲我阿姨讲吼，讲恁丈人爸吼，真是得到感情啦。啊，像咱拄只讲用骗的呢，因为惊伊刺激到恁丈人爸，所以唔敢讲安尼啦。对啦，丈经理啊，真歹势。啊，我知影讲吼，你是一片好心，啊，惊恁老爸知影讲伊着着癌症，是讲吼，我伤歹性地啦，我不应该对一个破病人遐尼歹。要无安尼啦，你是毋是会当搁再给我一摆赎罪机会？我即马吼，伫伊两个外月期间，我一定予伊快乐无比，予伊安尼翘起。阿姨啊，我看这个代志免啦。你搁陪我阿爸，我看伊卖一个月咯，翘起了。阿姨啊，即马代志拢解释清楚吼，无通来食，咱来等见。无啦，总经理啊，恁家有长辈需要我帮忙无？而且阮家的长辈都很健康，谢谢啦哈。哎呦，安那遐无彩啦，阿姨啊，恁家有需要时，随时敲电话，啊，随团我随团，我坐个电车来，我坐个电车来，阿姨啊吼，阿姨啊。张经理啊，是总经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刚才还误会了你。你对你老丈人的孝心，你让他仅存的三个月能够快乐，你安排这么多事情，我真的是很感动。谢谢总经理夸奖。那我也走了，希望你老丈人健康快乐。他会的。
谢总经理。你也保重。总经理再见。是啊，阿爸呢？还在生气啊？还在生气啊！君君在劝他呢。哎，天！姐夫啊，阿爸是不是真是丢光干嘛？我让他还不傻傻呢。我看你真是被他搞糊涂了。老实告诉你，你放心，阿爸他没有得什么炎症。哎呀，我兄弟啊，哈，财神叔伯，阿伯不会生你们气的啦。我跟他说，你们是一片孝心，为了找人陪他，所以才会闹出这种误会来。是啦，是啦。阿爸，你别怪财神啊，哈。不会啦。我知影讲，你甲台生是为着要孝顺我，啊，我袂怪恁啦。不过恁放心啦，我会得通甲恁带做伙，我袂感觉寂寞啦。啊，主要是讲哦，咱一家人啊会得通过着快乐的日子，上较重要啦。阿爸，你讲了对啦，咱全家伙哦，只要快快乐乐上重要。哎，阿爸，明下礼拜呢，我俩来去坐淡水学院来去淡水佚佗好无？淡水哦。嗯。哦，我这淡水哦，咱伫遐嘛住几落年呢？啊，真久唔捌去啊！啊，无来行行看看，佚佗佗的嘛好。哇，好棒！我也赞成耶。结拜兄弟的女儿，我的小学同学，我最要好、最要好的好姐妹。哎，想袂到离开遐尼侪年，今日在这拄到你啦。对啊。是啦。细汉的时阵哦，真古锥呢。啊，我常常带伊甲小妹哦，去出家人个庙口挂挂戏，啊，就看一久的人，伊嘛会晓搬呢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爱看挂戏，就是吼，你哦，常常带我去看挂戏的关系啊。啊，祖母啊，好高兴啊！哎，哎，我店面坐好无？你开什么店？喜欢那点吗？啊，就我家哟，给给给爸，给给你呀，来来来，咱来去看卖。来来来，来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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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去哭啊。来来来，来弟，啊，拍子，我袂记得介绍，你问阿妈张台生呐。你好，你怎叫小丸子？小丸子，来见你啊，你还阁袂记得嘞？真意啊！我还记得我有一摆你甲抱嘞，那腰怎安抓起面啦？我真食袂落。阿爸，你卖跟我算到处你有代志好无啦？哎，今晚过来看阿姨。不，我拢看伊，我爱看伊。好，我嘛最爱看嘞，不过我搞唱的哦。林刚哦，咱就合唱看阿姨哦。好。谢谢谢谢。哦，我是文珠哦，出名的嘞，等下要等你哦，十几斤啊等你。安尼咁好。你先搞钱，我来搞讲好唔好？新家新家哈，欢迎欢迎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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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。回家喽！小丸子，把衣服换了，准备洗澡。好。我好累啊，我要先睡一下。啊，你好，这真牛啦！家己一个查某人，遐敖做生意。啊，佮开到迄间店吼，哇，我看嘛真辛苦。是啊，阿爸，伊自细汉哦，就足够食苦的呢。我佫会记你讲吼，细汉时阵哦，伊便当内底，敢若两片迄个头骨王，伊嘛食到安尼津津有味。过去哦，生活有影较艰苦啦，啊，但是哦，嘛是真快乐啊。啊，尤其是哦，你佮敢若亲姊妹迄一款啦，我会记你讲细汉啦，你安尼常常一日差不多就爱带因去看歌戏咯。哎，小妹啊，
以后你就较常带伊来咱兜佚佗哦。会啦，我会甲伊联络。唉，真忝啊，我先来休困。好，啊你嘛休，好休困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嗯，你觉得阿朱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勤劳，很独立啊。我跟他20年没见嘞，今天见到，我觉得好像老天特意安排的。这就叫做缘分，懂吧？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去睡觉了，好累啊！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小妹，哎，我正在找你耶。是啊，我要约你去看家具展嘛，我的沙发已经被猫抓烂了。行啦，我要去医院。去医院？你生病了？没有啊。淑美，你不要骗我嘛，亏我们感情那么好，有心事你都不告诉我的。我是真心的关心你。你发誓替我保命，我发誓。好，那你陪我一起去。这是你的切片报告，的确是恶性肿瘤。我还能活多久？请你老实告诉我，我能承受的。你不要害怕。肿瘤切除掉，复原的机会很大。不过你等一下要去做断层扫描，看看你的癌细胞有没有移转到其他的部位。多久能知道结果？大概2-3天的时间，我会叫护士通知您的。谢谢。医生，你说要切除肿瘤，是不是整个乳房都没有了？这要看断层扫描的结果。你不要沮丧，心情放轻松，秀珍。你带他去做断层扫描。张太太，辛苦了。淑美，你不要难过了。既然已经确定知道是乳癌了，你就勇敢面对他，把你的心情放开了。我一向生活很正常，也没什么坏习惯，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。为什么老天爷会让我得这个癌症？实在是太倒霉了吧！好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啦。我在一本书上看过，他说最好的医生、最伟大的医生就是你自己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地面对他，保持乐观。保持信心，我相信啊，等你开完刀以后啊，你得活得比现在更快乐。淑妹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两个一起回来的。啊，给了你抬升两三下班了，还去好好叫阮做顿来。哦、而且我们还给你个惊喜，我们有位贵客临门。贵客，看。对呀、啊，他打电话来，我马上去接他，然后呢，顺便把小王子给阿爸也接回来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邻居哈、哦，赵娟娟，这我小学同学吴金珠啦。你好你好，阿公哦，你在淡水开一家鱼丸店，就出名哦。那恭喜你啦！哎呀，我是在干工连锁店的代志呢。连锁店？那你们股东很多吧？一个啦，本来是阮阿店是阮先生开的啦，啊哦，两年前伊都过身去啊，啊就剩我家己一个。好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小孩现在几年级了？无啦，啊无囡啦。无囡啦。阿珠啊，啊你有想要搁结婚无？无听到，家己已经找一个真好的对象啊。你是算人家店内安尼无闲痴情，哪有时间人结婚？啊！你倒还阁少年少年，应该吼，着阁找一个查甫伫身边咧，甲你照顾，啊，你毋才好。
你安心啦，啊，欧医生吼，再给你斗斟酌看卖，找一个较好的对象给你啦。阿伯，你足偏心的呢，咱实在这么久哦，你拢无替我想呢，替我找一个新好男人。你阿祖无同款啦，人以前较早吼，甲咱我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啦。啊，原来你吼遐尼久才阁见面着，我袂输敢若捡着，啊，我当然嘛是真关心伊。不好意思，你讲起足对的呢。自从哦，阮老爸老母过身了，我真正一直将你当作亲生的老爸同款呢。哎，讲起来实在真可惜啦。啊，迄个时阵都为着生活，国不离疆，才阁搬倒转去下港啦。啊，本来应该是爱甲你留喺身边照顾，啊，落尾手哦。才予恁阿姐甲你带去伫咧舞养，哎，这太孙啊，嗯，啊，你吼、哦、想看有办法无？甲阿祖介绍一个较好的男朋友予伊啦。哎，阮公司有一个陈英俊啊，伊老袂歹啊。哎，不行啦，陈英俊那么花心，他怎么配得上阿祖啊？阿姨，上次在淡水，你不是说要表演关阿姨给我们看吗？现在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呐、啊？好啊。啊，对，叫阿公，阿公上头唱对无？对，足久无唱国语啊。无啦，哈哈，啊，但遐久，我都袂记得啊啦。嘿啦，你等下唱着唱着啊，以前你定带阮去看迄个，啊，咱来唱迄较趣味的，迄《伫东边三溪白牡丹》你做迄个景红的无？哦，白牡丹吼。来来来来，唱。哈哈，唔知你记得袂？阿祖啊，我冇看过阿爸这欢喜过嘞，我也不知道歌仔戏唱得这么好。你唔知呀，我那细汉的时阵哦，阿你常拢嘛甲我看我的手啊，甲个孙妹到底哪有去个庙口呀？呢，去看戏呢。以前呢，我也不知道国语这么好听，被你这样一唱一比，我觉得好有韵味哦。真的。这个手势，这手什么手？这是小姐。是，这个歌词也写得很好。不是，像诗一样。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淑美，你真的要让那个唱歌仔戏的女人照顾你的家里啊？我想他最合适了吧，我爸爸很喜欢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我阿爸的。那台生呢？他会喜欢一个唱歌仔戏的女人吗？台生对他印象也不错啊，我相信以后让阿朱常常到我们家来走动走动，让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定会培养出不错的感情的。我觉得那个阿朱不怎么样了，他绝对不可能像我一样照顾你家的人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啦，并不是说我要代替你照顾你家里人哦。况且你又没死，我只是警告你，
万一弄假成真，台生真的爱上阿朱了，到时候啊，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走在今夜中，找寻你温柔，你说你会记得我，带着唯一的线索，我在默默为爱情守候。我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，一生爱你不回头。我不怕世界笑我太执着，只要你懂我的梦。我想对你说，我深情依旧，只因你会记得我。愿把承诺当结果，我在默默为爱情。在默默。